妹妹来上一局，所谓何事啊？现在为了大朝会，上至本宫，下至五品级的寻常女吏，都忙碌不已。妹妹也应该为自己负责的私膳尽点责任，而不是来上一局，说一句不咸不淡的恭维话。姐姐，你可真是冤枉我了。我此次专程前来，是想为姐姐献上一件礼物。姐姐，你看，这靴履倒挺有意思的。这双凤台履是以锤炼千次的金箔做底，它形如凤凰展翅，是我坊边名家专门为姐姐定制的，不知道合不合姐姐的心意啊。真是的，你费心了。哦，我听说再过数日齐王就要回长安城行加冠之礼了，这次从齐州回来一趟不容易啊，我会跟陛下讨个商量，想来陛下看在我操持琉璃宴的份上，一定会答应齐王在长安城多待数日，让你们母子团聚，你看这样可好啊？姐姐大恩，妹妹必定铭记在心。举手之劳，无需客气。凤台履啊，美则美矣，但是靴履终究是要穿的。也不知道合不合脚。这凤台履是按姐姐的尺寸定做的，当然合姐姐的脚。哎呀，有心一试。哎呀，可近两日这腰伤犯了，又弯不下去。你看如何是好啊？娘娘。奴婢愿为。退下。姐姐，奴婢不懂规矩，让您笑话了。你我姐妹情深，这凤台履当然应该由妹妹来为姐姐试了。这可担当不起呀，快起来吧。哎，姐姐有伤在身，当然应该由妹妹来伺候姐姐了。娘娘，什么事？娘娘，奴婢有事要禀报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都是自家姐妹，事无不可直言，说吧。可是，说。是娘娘，今日早朝时，陛下下旨，今年大朝会的琉璃宴，由杨淑妃娘娘主持。啊？太子妃，这魏大人一来东宫，那些缠着殿下的小人们可都四散而逃了吧？娘娘就别再纠结于此等小节了，大事不好了。今日有朝臣上朝时提出要立韦妃为后。韦妃？嗯。韦妃没有孩子啊，也许并不碍事。那陛下怎么说？陛下倒是没说什么，不过他提出今年的琉璃宴改由杨妃主持。杨妃？嗯。
难道陛下竟想立她为后？娘娘，娘娘受伤了。没事，这好端端的，难道陛下竟起了易楚吴王的心思？殿下最近也没做什么失德的事，除了那个陈心。可偏偏殿下在此事上压根就劝不得，我稍微一提，他便火冒三丈。到底怎么办呢？娘娘，如果殿下他不愿意驱赶陈心，咱们可以想个法子，让陈心离开殿下呀。报应，看来陛下定是已经看清楚了。这些年来，他当面内心贤良淑德，在后庭里横行霸道的真面目。娘娘，看来为妃，我猜从此以后怕是要失宠了。你这话对，也不对。为妃跋扈，陛下岂能一无所知，视而不见罢了。要是他此生再无缘得陛下垂怜，多半是朝堂上有事要发生了。娘娘的意思，说的是韦家的事。哎呀，只是没想到，韦家的失事比我预想的快了这么多。如此说来，借亲近韦妃，争取让幼儿留在长安的想法，却是不成了。那加官之礼还让齐王回来吗？本来我就对兄长坚持让幼儿在大朝会之日回来心存疑虑，我总是觉得他这么安排另有心思，就想着借为妃之力让幼儿留在长安。可如今为妃又成了这般模样，不行，我要给幼儿写信让他称病，此次千万不要回来。这封信务必要直接送到幼儿手上，万不可被我兄长劫到。是。趁心拜见太子妃，不知召我来此所谓何事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金银、美女，还是田产爵位？只要你肯离开太子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想必太子妃对趁心有所误会。你可知现在太子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，如果他地位稳固，怎么可能有人敢提出立后？你敢说你整日与太子在一起，这一点就丝毫没有对太子有影响吗？你若还念及太子的好，就走吧。太子妃只看到了趁心带来的不利和麻烦，但在我看来，在许多事上，趁心皆可助太子一臂之力。